还蛮喜欢他表，就是不一定只表，他希望他就是一个配饰，但是又不会有点层次，就是又不会很明显，他就是好像就是一个看时间或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，他就是说做这个细细的，不管是日带啊，或是晚上去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场景，都会使用这样子，所以这是夫妻也刚好呼应他整个场景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。就是这一次来台湾，总共六个展，这个展览柜的，它每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大概是。谢谢。好，其实我们这一次啊。我们有几款特别的标款有来台湾，就是千花，就是用那个水晶指正千花的技术。